记得吧？明白了。我们嘞，我们三级楼嘞，就是看人员，人员都在各自工作的专业方面。方便。我这个门脸上穿的，多大了？五年级。这衣服怎么换了？你妈妈是白人了？大学。还是白人了？以前那个东北管员还是土人的意思呗。来咱们就慢慢喂一点。不嘞，不嘞，不嘞，给你吃。对。你听见了？听老王老二，为啥表现给？这是你平常干活没干来的？嗯。以前你没把吃的。没有啊，这。
Pak Polungnya itu kan.